起咱们今天的取经之路，感谢大家的支持。第二首歌来一首《男儿当自强》送给你们，我们一起对着屏幕点一点赞啦，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对着屏幕敲一敲，想敲鼻子敲鼻子，想敲脸敲脸，点一点点一点，一起点一点了，跟着节奏点点赞，准备好了吗？最好的，在你加团之前我不咬你，请放心。千万每天都有个去，福袋昨天的忘记改了，人气票不用先送，一点后再送。我偷了个懒，福袋没有改，大家领领福袋，先冲一波点赞啦！谢谢我们超哥的人气票，人气票先攒着，咱们一点后再送。好，一首《男儿当自强》送给你们，祝愿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家人们天天开心。再来一首《欢乐牛牛》。吃饭了，都吃过午饭了吗？
在呼唤我吗？你要改名字了吗？ OK， jetzt Ruhe, Kuhstall. Wir singen ganz, ganz leise. 要做一个快乐的小牛牛。谁家的石头这么厉害？我是你们的小琴师呀。点个关注，加个团，领走你们的专属小琴师夏婉清。把你们名字前面点亮一下灯牌。好，一首《欢乐牛牛》送给你们。再来一首《切切》，这笑真是太开心了。嘴大了还不是都是笑的，都是笑惹的祸。来一首《切切》。来，我们公屏走一波，切切，把你们所有的不开心呢、小烦闷呢、还有一些坏运气、全部给它切走。大家操碎了心，要给大家发抖币，发福袋，发第一遍字打错了，第二遍终于可以了，发放抖币不足。等一下，冲一下，再给大家发福袋啊！忘记了这个事情，好久没有，我就默默的看着他在这操作。这个歌名叫《来跳舞》，送给你们啊，也是咱们给他取名叫“切切”。不好看，终于说实话了，就是不好看，普普通通一般人。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捧场，欢迎七歪，感谢爱江湖。你们有什么爱听的歌曲，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公公现一下身，他害羞，他害羞，他不好意思，太逗了。但是真的是处处为你们着想的，有时候点歌我没有看到的，公公就拿着手机，来来来，这个有人点歌，这个放我眼前给我看，一直盯着。你要是我媳妇儿就好了，我要是你媳妇儿，不如当你的琴师好，你相信我吧。现在多好，再来个杜琴，来，新白娘子传奇的。正能量满满，看到你开心都是因为有你们呀。来喽，
而起。都给你个爱心，正是因为你们的大爱才支持着我。这个什么前行啊，家人们，跳跳又稳居榜一，优秀！感谢我们跳跳，谢谢跳跳，谢谢我们骆驼，谢谢超哥，谢谢坤哥，谢谢所有的家人们！再来一首市集，要不要？主播是侧颜杀，关键是侧颜也杀不着。侧颜侧和能看，正颜是惨不忍睹，所以没办法了，就这样吧。呀，来吧，咱们来一个逛街过年的曲儿。今天依然可以做这个街上最靓的仔，暂时来首诗集送给你们，天天精神都那么好，说实话今天有点蔫儿吧，但是看到你们的时候就立马就开心起来了，来的路上还有点蔫儿吧。不太热了，不太用擦汗了。每次当我开播的一瞬间，看到你们出现在直播间的那一刻，我就咣！怎么没有路人？那有路人的话，我还能当那最靓的仔吗？那还不是因为没有。我才能当那个最靓的仔。
正面呢？丑，别看了。再有个点歌是什么？逃之夭夭。哦呦，看到点歌，我看看，你逃之夭夭，买完年货都逃，钱付了吗？不是很丑，一般丑哈。一个调可以弹几百首曲，怎么可以？是完成了个眨眼任务，一边弹一边唱就完美了。你不就是想听弹唱吗？错了，李公公够了，眨眼快点眨眼，要冲动病，让给大家发福袋。谢谢陈峰，感谢陈峰。美女适合当演员，刚还看到迟早有一天会有导演让你去搬电影，我去搬摄像机可能会有这个活儿，比较适合我。感谢我哆啦 A 梦呀，谢谢女子终于出手啦，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谢谢 C 梦，感谢，也认识好久了哈。嗯，今天切过了吗？搬不动的，加把劲儿，健健身。今天切过了，切过了。谢谢 C 梦，感谢。我在你直播间，我也成了一个傻子，我感觉。你什么意思？你就说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兄弟？你说谁傻呢？你说我就算了，你不可以说家人们。请问是什么样子的拾音器？你可以到群里，我分享给你。在这儿好像不让我说，就挺便宜的，其实，但是挺好用的。来，福袋领一领，家人们，福袋领一领。C 梦，你有什么爱听的歌曲？你跟我说。谢谢我们梦儿，谢谢我们佩西，谢谢。好一首《逃之夭夭》送给大家。哎呀妈呀！再来一个《女儿情》吧。今天作品也发了《女儿情》，那一日，他走了，他目送他远去，远去，道不尽声声珍重。诉不完没被会，来弹给你们听好不好？
第二段来一下弹唱，来，什么一下，我们那个爱听弹唱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叫什么来着？报答，回馈，照顾。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上桑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千里金贵，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缘起生长相随。感谢军哥送来的美人鱼，谢谢。他咋游的不太顺畅呢？嘎噔嘎噔的，跟我刚学游泳一样。谢谢军哥，好，一首《女儿情》送给你们，让大家想念一下你们的女王陛下，还有你们的玉帝哥哥。我也好喜欢他们，是不是感觉游的不顺畅？好，感谢我们军哥，谢谢。像你，真挺像我，我游就这种，就这种，咔噔咔噔的，嘎噔。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得收什么样的礼物呢？这个礼物跟我很配。这不像那个仙女转圈那个不灵不灵那么飘飘仙仙的，那就跟我不配。来首《无心的相遇》，这首没有听过。抱柱子，抱柱子，抱柱子。郑少宇一点不干。来一首《旧梦》送给你们。你在哪里？我去现场。现场咱们没有开音箱哦，来看我是完全可以的。来听古筝的话，不如直播间哦。先跟你们说说。好，然后跟你说，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到了福街街口就能看到我无美颜无滤镜的真实样子了，欢迎你们的到来。好，来一首《旧梦》送给大家，咱们再跟着节奏点点赞。感谢我们鹿儿的人气票，谢谢鹿公子。就这样，这就是点赞了。戳戳鼻子，哎呦，戳戳脸。我得戳截屏了，这样就点就行了，一起跟着节奏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指，对着屏幕敲一敲。
唱一下要不要？哎，我刚说完就有人说怎么不唱了？咱俩就这么默契吗？风阵阵，今夜雪纷纷，今夜雨茫茫。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往日的迷人心。今夜泪涟涟，今夜雾蒙蒙，今夜歌声声。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默默在心头奔涌。风呀呀吹个不停，想你呀咿呀想不停。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早已默默的凋零。咿呀咿呀下个不停，想你呀咿呀想不停。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像一杯失去的旧梦。你还要买门票，除了买门票还得有车费，还得花车费。所以每次来看我让大家破费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跳跳，谢谢跳跳。家人们，左上角免费的人气票，咱们把它送一送。免费的人气票可以送出了。什么歌？刚才叫《旧梦》，《旧梦》。婉晴，你像我老婆，我的荣幸。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陕西西安，知道吗？十二时辰。都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救命啊，这个主播傻了。再来个梦里水乡，来欢迎我们冷静哥。感谢我们静哥，送来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小礼物，我这边公屏都没有停过，谢谢你们，感谢大家送来了这么多的小礼物、人气票还有灯牌，有你们真开心，太幸福了吧。
欢迎宝宝，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喊得不错，继续努力。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师，在你们的那个叫什么下，我现在弹琴我都有特别的注意，就不打拍子了。说，不要打拍子的抖腿，不淑女。然后我就开始有注意，你看我现在都不打拍子了。在你们的这个教导下，会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毛病少的。啊，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小冷，欢迎我们小冷。家人扮孤灯，没问题。有爱听的歌曲，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那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感谢小冷，谢谢。谢谢王金哥的人气票，今天给我两个号帮我打榜，谢谢金哥，谢谢我们芹菜，谢谢家人们。好，还有什么爱听的歌曲跟我说。梅花泪，问题不大，感谢金哥。曲中人可以，坏女人会弹吗？坏女人，我会大女人。喜欢梅花泪的朋友有多少？感谢我们九九哥，谢谢九九哥的人气票。挥手，你好，他走了。我抬，默默地放下了我刚抬起一半的手。爱拼才会赢。谢谢我们一瞬间，感谢，谢谢勇哥。哎，这会儿街上人越来慢慢的多了起来了，知道吗，朋友们？这会儿一直在弹琴，没太留意。你看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勇哥有什么爱听的歌曲，你跟我说。今天想听什么？
么做的不害羞的，脸皮够厚。会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爱表将爱扬》。人气跳不要停，点赞冲600000，说得好，鼓掌！你说得好，这主播笑起来真甜，笑多了都是皱纹了。能不学就别学了，没多大好处，秀的脸疼。来，再来一个追梦人好不好？今天点歌不太多，我就自行安排了啊。感谢陪伴，谢谢淡定，谢谢余生，感谢小李飞刀，谢谢家人们送来的人气票还有礼物，感谢感谢感谢。来一首铁血丹心，新朋友咱们先点一下左上角的红色关注，点完之后边上有个黄色的小爱心，再点一下领取一下你们的专属琴师夏晚清。点完之后，你的名字前面会有三个字“夏晚晴”，让我与你们同在，好吗？谢谢大家的关注。再来一首经典的《铁血丹心》。
花好月圆夜点了不下20遍，超哥你就相信啊，你明天的点赞速度完成3000赞的时间绝对会比今天再提前3秒，手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知道吗？然后也要告诉你们，点歌不要放弃，总能点到的。欢迎演人马腾，谢谢大家的支持。3000角早就点满了，这么帅，每次看到你都是侧面，不是正面，嘴巴太大，是不是正面嘴巴太大？不过弹得挺好的，谢谢。应该是吧。还有说每天都这个衣服，你真是不怕丑，像个男的。我偷偷告诉你，丑女无敌，越丑越不怕。我看花好月圆夜有没有伴奏哈，有的话我就跟你弹。真行，还真有。来了，这是那个任贤齐跟那个谁，他俩合唱的。情不会，只会一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看着地平线，眼睁睁望着你。谢谢雨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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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街漫步人生路，哎，这个可以。芙蓉雨可以，可以。眼睛睁不开，一直瞪眼看着公屏。这都被你发现了，不瞪个都闭上了，是不是？来个漫步人生路来。是最高山坡，我们的大中国呀，嘿。
好像是活人。听你弹琴，谢谢大家对国乐的喜欢。这什么歌好熟悉，我给你提醒一下，第一个字是慢，第二个字是不，后面仨你猜一下。你是宫女吗？可能还比不上，我是琴师。对了，漫步人生路送给你们。我看这样嘛，灯牌记得每天点亮一下，好有些宝子。我说谢谢大家对国乐的喜欢，他说喜欢你，宝子车宝那个说喜欢我的车宝，灯牌灭了。每天记得把灯牌点亮一下，千万千万不能让它灭了。如果是我的原因没有开播让大家灯牌灭了，我给你们道歉。但是在我开播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保持常亮，这是一个那个什么的好兆头，你们懂吗？哎呀，就是要么不点，要点它了就要保持常亮，懂吗？怎么说呢？还有说这个弹一曲心语的这个宝子，你的牌子也灭了，把记得把灯牌都点亮点亮。51万点赞了啊，再点点赞。娶你要多少彩礼？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还嫁不出去呢，估计我这辈子都不用操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没有那个资格考虑的问题。再来一首欢快的歌送给你们，来，跳一首。三月小雨吧，
小端手弹的六。手速好快，咳咳，点赞点多了，可能不播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别的地方点赞。雪人今天怎么不唱了？有唱呀，有唱，唱太多了你们烦我了。那会儿还有个点歌曲中人啊，还没弹，来咱们给他过一下。对对对，你们这些点赞手速快的，你们要是把你的手换个位置放在古筝上，那也是走走的，放在钢琴上那也是不灵不灵的，就是放在点上点赞点的快的啊，真的放哪儿都是，他的手速是真的是练出来的。别再问彩礼多少了，不要钱都嫁不出去，再要彩礼不砸手里了，我妈天天都愁死了，你别戳她心了。好，一首曲中人送给你们。哪里扎心往哪扎呀，能点吗？可以点赞，可以点歌，还想点啥？乌泱泱的大夫走。欢迎逍遥王爷。得意的笑，你得意的笑，咱们再冲冲点赞来，没有点够3000呢，每人每天可以点3000赞，没有点够3000呢，对着屏幕敲起来，可以看到它60、80、100、200就往上冲到3000。看，你刚开始点没有？过一会儿乘十、乘20、乘30、乘40，让它乘到3000。一起对着屏幕敲一敲，冲一冲点赞了，家人们。感谢关注，谢谢关注。
点个爆珠子，你们点到100万，我给你爆珠子，不信了。我看现在是1:45，你们2点前能冲到100万，我2点钟准时给你们爆珠子，冲不到就别说爆珠子了。我觉得你们可以，要不要挑战一下？要的，我们公屏酷播一，咱们试一下。不用200万，就100。要玩吧？我敲珠子。好，我们参与，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玩的，那就来吧。现在1:46，截止2点啊，2点过一分都不算。你们点，2点钟点到100万，我就去给你抱柱子。加油！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比较欢乐的节奏，就是点赞比较有劲儿了。浅浅切歌，其实咱们现场是可以放音箱的，只是12时辰要求我弹那种古风古典歌曲，我天天在这 DJ， 我就只能把音箱关了，实在温柔不起来。来吧，跟着节奏敲一敲。柱子的吸引力这么大吗？这就70万节奏，这我哪知道了？播了1小时05分，点了50万赞，然后我说完3分钟，点了70万，这我哪知道啊？感谢文玉龙，谁知道柱子对你们吸引力这么大呀？这人数都涨到快5000了，都是为了看爆柱子，这我哪知道啊？太意外了。Thank you.
这会儿柱子那还有人，这一会儿可不得跟看神经病似的，看我去抱着柱子转。还有十分钟，你们还有十五万。我说了，多一分钟我都不算啊！感谢我们心安，谢谢心安。有点慌，现在我有点慌张。回头看想着抱哪条柱子吗？有点慌张。疯狂展翅飞，对，有点方，本来我是圆的，现在我是方形的。感谢关注，谢谢关注。我说有个小仙女给我打招呼了，你们看见了没有？感谢萌舞道，好久不见，你们还带提前完成的。妈妈，他们欺负我，他们集体欺负我，两四千多个人一起欺负我。你在哪里，妈妈？说吧，第几根柱子？第几根？感谢我们玉奴，你们选第几根？第一个、第二个，你都参差不齐了。肉肉，你快去吧。李公公，来跟上我，我去了。自己挖的坑，自己往里跳。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们这个。My first night out with you. Treat me right and buy me shoes. Let me be your fantasy. Play with me. 怎么我起来蹦蹦，把人家盒子蹦掉地了？ Just give me some time, I'll be ready. Do my makeup, bathe in my perfume. Quick shower won't take too long.
你 tell me what to do. If you're happy, I am too. 啥叫没有包？我不但爆了，我还抱着转了个圈呢。下次跟你们玩这个游戏，200万。低估你们的潜力了。笑得好可爱，我这下看到正面了哈，这叫冷不行吗？那行，你们接着点，你点到200万，我就跟你们接着去报，你说咋报就咋报，我给你挂树上吧，我给你表演个爬树吧。肩上的云，双手抱，行，贴着10秒钟，你们点到200。点到200万，跟抱住贴柱子上。金哥听肩上的云，可以。你是落在我肩上的云，肩上的云是。你是让我表演个猴吧？我估计那不是抱柱子，你应该是让我表演个猴。哎，还没有开始呢。哎，我的妈呀，感谢军哥，谢谢军哥，这又是帮忙守小时榜了，感谢军哥。哎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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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弹了来弹了来弹了。肩上的云，感谢军哥，小马公屏帮忙走一波，谢谢咱们家军哥，军哥您辛苦了，谢谢军哥。小时榜，嗯，我知道，59了，感谢。
时候你在哪里？望穿秋水不露痕迹，只有那片蓝色的天空，他曾看过我们的甜蜜。你是落在我肩上的雨，随风飘飘成相思的雨，掌心里还留着你的情，却像花瓣般散落一地。你是落在我肩上的雨，随风飘飘吹来了回忆。看那往事在心里堆积，从此只剩我一个人哭泣。感谢勋哥，谢谢我们陆公子啊！这以后网络上又多了一个柱子姐，之前是柱子哥，哎，现在又多了个柱子姐。51是啥？欢迎我们道长。51是什么？要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宝子。我背不下来每个序号对应的那个对应的歌是啥，你们得把歌名打出来，打在公屏上面。胳膊点的有点酸，快谢谢，快休息休息。潜力无极限啊！我今天是领会到了潜力啊，你们的潜力啊，真的是。欢迎我们上军。有听风说吗？听风说没有听过哎。这个是李思成，你们知道静安寺吗？看过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的应该知道，静安寺，这是静安寺的思成李泌，然后是易烊千玺演的那个，估计大多数没看过。看过的就知道，没事儿，没看过我跟你们讲故事。爱江山更爱美人，好的，骆驼，来。确实没看过，你看，没事儿，有我呢。下午好，商君。我的妈，点不动我手麻了。好，那咱们以后啊，就把那个关于柱子的几个什么分个类，不然让大家有误解。刚刚那个我称之为抱柱子，你们称之为转柱子哈啊，那就给它叫转柱子啊。抱柱子就是抱着不动10秒钟啊。好，分两分，分一分。咱们下次再玩就不同了。哎呦，吓我一跳跳！换个伴奏，爱江山更爱美人，用这个好听。要不然你们说我忽悠你们，我堂堂正正一柱子哥，我忽悠你们。堂堂正正一柱哥。我被你头像哥哥帅吗？嗯，帅。
们看到后边那个枷锁了没有？枷锁了吗？把犯人带走那个，你要是让我四两脚离地，两手抱住爬柱子上，那下一个被带走的就是我了。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敬人们，对，接下来我就被带走了。在哪个城市？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可以点歌的吗？可以的。军哥，你是要听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是不是？是吗？是不？是不？笑一笑好，长皱纹也是笑纹，不笑的耷拉脸的长皱纹是耷拉纹。这样对比一下，反正早晚都会老，早晚得照皱纹，那提前把皱纹培养得漂亮一点。姐姐的歌是对不对？提前把培养得漂亮一点。是长长的路慢慢的走吗？这首好像姐姐没点过呀。点袁维冰，我们打到长安城救出夏婉晴，你们不坑夏婉晴就不错了，还那个嘴大吃四方，听了袁维冰不能自拔了。可以，一会儿再给大家来一遍，是这个吗？俊哥，长长的路慢慢的走，给你们唱一首来。弹唱送别，美女下午好，你好。这首歌也送给咱们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句话我也经常说，长长的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请站在出发的路口，何必去问能同行多久，只要我们十指紧相扣，就把一路风景看够。白天倾听花开的声音，夜晚看见满天的星斗，陪伴若是你深情的告白，我的答案就是享受。长长的路
的侧，身上的伤轻轻的揉，这种感觉恰似细水长流，默默滋润以后的以后。长长的路慢慢的走，彼此的心细细感受，爱情路上何妨做只蜗牛，月月年年都那么温柔。好，家人们，我们手牵手一起走好不好？歌名叫长长的路慢慢的走。给你们比个心心，再送给大家一个苹果，寓意开心平安。看我多厉害，一般人正也是心倒也是心，我就不一样了，我正是心倒是苹果。First night out with you, treat me right and buy me shoes. Let me be your fantasy, play with me. 还有什么喜欢听的歌跟我说。弹个烟雨人间嘛，欢迎秦月。春光美，歌名叫《烟雨人间》，这个他歌比弹出来更好听，我给你们放一下原唱，词儿更好听。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
是不是？等到我把心儿唱碎，等到你临现前，我就入睡。被爱的人不用流泪，幸福的人不会晚睡。深情的眼泪好让人羞愧。如果人间啊，如果烟火啊，心里嘛有苦也切莫深沉。你睡不醒是咋回事？爱你的人比较多。所以心大，就幸福的你就睡不醒了。还有个点歌，你的万水千山，来啊！春光美那首歌，弹的话没有伴奏，唱的话，我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铁血丹心今天弹过了，梅花泪也弹过了，秋你从来没有见过哪里自己出的歌自己不愿意唱的，也就我了。春光美唱，这背景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我做的挺成功的。神仙，我有对象了，真的假的？天哪，我这个直播间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每个单身的人到我这儿待不久，他就说他有对象了，然后就结婚生子，带着老公孩子一起接着看我，这是真的吗？这是脱单了，真是个神奇的直播间呀，这个。祝贺祝贺祝贺，然后我还是单身，没错。但是我见到你们那个啥一个个，我真的开心，我真的好开心。没梦见你还是单身咋了？不行啊，你的万水千山。白木头，祝贺我们陪伴宝贝。
美女皮肤好好，美颜。你开的美颜跟我一样好，可也可能比我还好。好汉哥，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情形参北斗啊。什么意思？这一看就是个正正经经听歌的人，就是干正事的，真是。话筒哪里买的？买音箱的时候送的。来一首好汉歌送给你们。棒，等会儿到35的时候再给你来一遍《袁维冰》。完了，春光美，我不太敢尝试了。欢迎回思呀，我看了三次了，看我吗？那今天第三次可以点个关注吧，感谢我们乔乔，谢谢乔乔。梅花泪，梅花泪今天弹过了，充话费送话筒，买音箱送话筒。感谢乔乔，又偷偷来看你的，下次你就那个光明正大的来，敲锣打鼓的来，我们列队欢迎你，别悄摸的。看直播送美女吧，送柱子，你后面这么多，你看上哪根你挑，随便挑。法西，我把你带回家供起来。不，你在我直播间，我把你供起来。今天人挺多的，说话又好听，也有发火的时候，只是不多。只是不多，不常发火，但是也有。我发火的时候，你们害怕不？啊？说实话，我发火的时候，你们害怕不？怕不怕？越看越好看。嗯，不怕就是心疼。刚那首歌叫好汉歌，你是不是变声音？是，我本来的声音是这样的。自从用了变声器就成这样子的了呢。你信吗？唱春光美，你发个火让我们看看，还有这样需求的。我昨天就发火了，但是播了室外这么久，头一次，小半年了哦。我们老铁感觉很暖心，真的有你们真的很暖呀。这个调的歌叫什么名字？现在这个叫《伤心的酒吧》。今天不发火了吧？天天发火呀，那不是早更了。怕脾气不怕，这变身好怕。
上一次我编声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马三立老师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说话呢。吃惊中。再别个是你散了。唱个袁文斌，某个时候，哦哦哦哦哦，来给大家哦一声。对不起，唱错词了，重来。爱得太深，就会化作痴。梦得太深，就会不愿醒。就像鱼儿想要飞鸟的爱情，朝朝暮暮，魂牵梦萦。某个时刻，就会不再等。某个时刻，就会忘了他。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翩翩一舞，轻轻刺伤。愿飞冰，我把你拥入了怀中，心似火，我然后为你而跳动。掏出我的肉，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心动，不怕岁月无伤。愿被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情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带回家，你看咱们家的人拖家带口的，呜呜泱泱的这么多，你回家比较好。某个时刻，就会不再等。某个时刻，就会忘了他。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翩翩一舞，轻轻刺伤。愿被冰，我把你拥入了怀中。心似火，我让火为你而跳动。掏出我的肉，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心动，不怕岁月无伤。愿被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情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欢迎一路，吓一跳，汗总差点掉了，那个都摔坏了，返场了，这个可不能再坏了。歌名叫什么？叫袁维斌，袁维斌。
送给你呢。下午好，下午好，咱们下午好。弹个痴情总可以，主播有点婴儿肥，嗯，这都是福呀，这都是福气呀，要不是这点婴儿肥，我可能都遇不上你们，就是他带来的福气把你们带到了我的面前，我感谢他。痴情种，多少家们喜欢听痴情种呢？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听痴情种，可能是因为我弹得不好，就每次弹痴情种的时候，大家都那个叫啥，没什么共鸣，应该就是我弹得不好。抽一杯一杯的油，感谢我们陪伴。我再弹一遍。这女女是与蝶有共鸣。今生君恩还不尽，唯有来世化成泥。刚才唱的歌叫啥名？袁维冰。缘分的缘，维维。来，请以为组词。还附加赠送了我一波告白，
为你钟情。哦，是那个喂喂喂喂喂喂，听到了吗？喂。真是一群活宝。感谢青青紫金，最后的三分钟还想干点啥？喂喂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你怎么还不来接我？柱子柱子啥时候抱柱子？100万的时候抱了，现在都130万了，您错过的有点久。大约在2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抱过了。看你笑3分钟，我的天哪！就是跟着我一起培养我的笑纹呗。等我老的那一天，如果我的笑纹很好看，一半都是你们的功劳，不，一大半都是你们的功劳，不，90%都是你们的功劳。到时候我拍一张给你们看一看。宝子们，你看你们培养的笑纹多么好看。你有笑纹。我说人都会老去，都会长皱纹，不笑的长的是耷拉纹，笑的长的是笑纹。如果我们避免不了衰老，拉不住时间，那我们就让我们的皱纹变得好看一点。你咋就说你有皱纹？你哪只眼看到我有皱纹了？讨厌啊！我天天都来看你，这是个好习惯，保持住。在你直播间开心，我看你们也开心，不谈钱说废话吗？对呀，有谁说了咱们一生？没几句是不废话的，90%的时间大家都在说废话。美颜家去皮，去皮可还行。我们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废话组成的。我们真的笑了3分钟，可以的，2:40了。下播吧。看我的话，眼睛瞪那么大，小点看不见。净说实话。公屏直播，明天中午12:40，我们不见不散。把你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听听。我的拿手好戏不是听的，得看。我的拿手好戏是柱子。明天中午12:40，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守候哥，想你严波没看够。哎呀，你忘了前两天咱们在家一波波4-5个小时都还没给我看，都你们都没给我看腻了，都快。我不能让你们看够，看够了就是来到直播间下半期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那还能行？这肯定不能播的让你们看够，那不是自断生路吗？没看够就对了，明天继续看。看够了我怎么办？好，宝子们，明天见，有你们真好。下啦，谢谢大家帮忙点赞，虽然说是为了看爆柱子点的，但是也辛苦了，手都点抽筋了，真的是挺可怕的。那打破磕吧，
去坑坑别人家主播，这是不打破壳了就得自家主播坑啊，真的是人才。对，好，谢谢大家帮忙点赞，辛苦了，也欢迎今天所有咱们新加团新点关注的家人们，欢迎你们回家。嗯，这会儿还有没有点亮灯牌的，记得每天把灯牌点亮一下，打开你的礼物栏有一个粉丝栏页面，把粉丝栏页面的灯牌送一下，每天记得点亮一下，平淡把灯牌点亮一下，刚来叫下是的平淡灯牌。自从播了灯牌，我就是看着你们那个灯牌，不是，自从播了电脑端，看着你们的灯牌状态一清二楚。嗯，听你念我名字特别亲切，是吧？不，好，也感谢我们所有榜上的哥哥姐姐们的支持，谢谢军哥，感谢陪伴，祝贺我们陪伴找到一个，哎呀，这太突然了吧，好为你开心。然后谢谢我们跳跳，感谢陆公子，谢谢我们悟道，感谢灵儿，谢谢小公主，谢谢骆驼，感谢开心一刻。谢谢们今天呀，这个是老朋友了，感谢我们 OIC001， 谢谢你都六级的灯牌了，感谢支持一直的默默的陪伴，谢谢超哥，感谢我们蹦，感谢飞翔，谢谢家人们，明天见，爱你们。